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今天我们再来玩我的世界的原版生存。本来这个地图是跟 Teddy 联机的，但是周末的时候我们俩试了一下，突然这个联机出了点问题，没办法连接上，所以呢今天我就自己来一期吧。我们知道这个 1.13 新增加的就是我后面的那个在飘来飘去的游来游去的海龟。海龟是 1.13 新增加的生物啊。我们今天呢刚好在这个海边，所以我们来玩一下海龟吧。海龟要怎么玩呢？我查了一下啊，说是可以生蛋的，可以拿这样的海草。我得先做把剪刀。哇，身上好乱呢。我们把有用的东西先放到箱子里吧。正好上次我们找宝藏的这个地方就有个箱子，我们就放在这个箱子里吧。哇，好乱呐！没用的东西先放下，比如说铁矿石啊、铁锭啊、钻石啊，是不是？青金石也放下，红石，哇，基本上都是没用的东西，暂时啊。梯子，然后金块、绿宝石，哇，我们已经有好多有用的东西了，铁块，哇，金锭，好了，还有一些垃圾在身上，嗯。然后我需要工作台来做一个，这还有，我需要工作台。Oh no！ 发生了什么 ？Oh no！ 我从那个地方摔下来了，那个地方是上次我们去地下的时候挖的那个洞。糟了，我回到出生点了。太悲剧了，我回到了出生点。哎呀，那个地方的坐标我还记得吗？哎呀呀呀，其实我是应该记得的，我看上一期的视频我就能想起来。哦，我赶紧去查一下啊，那个地方的坐标。糟了，我没有找到那个地方的坐标，我好像没记过。我现在只能按照藏宝图去找。藏宝图的话，我离那个地方好远呢。哎呀呀呀，我们当时确实是往那个方向跑的，到了大裂谷，然后又往那个方向跑了，我记得。好吧，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只能再想办法找到那个地方了。那我先往那边去吧，先按照我的印象来跑一下吧。嗯，有可能会非常远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冒险了。我们把我们上次收集到的宝藏都放在那个箱子里，然后果断的摔死了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全新的冒险。好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顺道发现一点别的东西吧。我们至少要到海边去才有可能通过坐船来到那个地方啊。我们的宝藏啊，哇，这个现在藏宝图上才是真正的宝藏。本来这个藏宝图里面只有一个海洋之心，现在藏宝图里面有丰富的宝藏啊，钻石啊、绿宝石啊、红石啊什么的，青金石全都有。所以那个地方我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。应该是这个方向吧。啊，我身上有没有床啊？有床，有床就好，走。其实我们现在生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战斗力比较强。这是哪？这个地方我来过吗？我好像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Cooling Pa 已经刷出来了。好，那我决定要度过这个晚上了。我们不要去睡觉了，我们通过战斗来度过这个晚上吧。好，走。哇，月亮升起，我们在石头山上。哇，又是森林，森林里面遇到战斗的时候不太方便，让我到达海边吧。哇，这边，哎，着火了，有大片的岩浆。哇哦，我把这个岩浆取了吧。做个铁桶把岩浆取了得了。我需要工作啊，但是我的铁锭全都放下了啊，好悲剧啊。那走吧，既然如此就没办法了。身上煤炭倒是有不少。哎，羊驼，我看到了羊驼，耶！羊驼是可以用绳子的，是吧？但是我的粘液球在身上，其实可以做绳子抓羊驼走。嘿呀，炸它，普利帕，炸它，炸，咚，全部炸死。哇，羊驼也被炸死了，好像是腐肉。哦，这有好多羊驼，还有小羊驼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！来杀僵尸，跳劈，好劈死！哦，蜘蛛又来了，我好像好久没有啊！不要炸羊驼，完了，我的羊驼群被炸了。那我最好是，哎呀，到白天吧。我既然要抓羊驼，我就不要跟他们战斗了，直接睡觉吧。嗨，羊驼，他看见我睡觉了，好，起床。
OK， 然后还有苦力怕，苦力怕，苦力怕，没有。好，我们来做绳子，抓羊驼。绳子需要粘液球和什么来着？蜘蛛丝啊，蜘蛛丝没有。蜘蛛，刚刚有蜘蛛吗？有蜘蛛吗？刚才啊，有蜘蛛。好，嘿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干掉。哦，好像得了，好像是得到了。来来来，我回来了。绳子，在哪呢？绳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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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绳子在这儿。哦，需要四个蜘蛛丝。Oh no， 我还缺蜘蛛啊！早知道刚才我就不睡觉了，我还需要蜘蛛丝啊。Oh no， 我现在只有两个蜘蛛丝，还需要杀蜘蛛，还有没有？哇，好悲剧啊！我怎么还可以得到蜘蛛丝吗？四个蜘蛛丝和羊毛，那羊毛能不能变蜘蛛丝呢？让我来试试，让我来干掉一只小羊，小羊，羊毛，一个羊毛变四个蜘蛛丝呗。哎呀，并没有啊。哎呀，那我也再杀点小羊吧，我吃的也不多了。小羊，我吃的不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干掉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我先把羊驼这个坐标记下来吧。回头等我有了蜘蛛丝做了绳子再来带它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坐标记下来啊，这个坐标就是21877780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好，再见了羊驼群，回头我再来收你们，我要继续赶路了。前面是大海了吗？我需要到海边。我需要，哇，又是森林，我出不了这片森林了。哦，上次我好像是沿着这个水一直游出去的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那我们就还是沿着这个水吧。OK， 这样不错，这个视角很好，一边游一边吃啊，不行，一吃就出来了。好好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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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走，游起来。难道我上次就是沿这条河游的？啊，飞雪了，飞雪了，飞雪了，我还是上去吧。有没有新的发现呢？哦，又是黑森林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又一个大裂谷，好像又一个大裂谷，我看看来。果然，哇，这个地方也标记一下吧。如果以后感兴趣可以再来一下。好，得，让我看一下坐标，这边比较平坦，我往这边去吧。我来看一下藏宝图，藏宝图，我现在的位置，我现在位置在，哦，在那个方向。我现在在往哪儿移动啊？往这个方向移动。我得先到，哦，前面就快到海边，哦，又有羊驼，不错哎。现在的这个方向，我要往右手侧走才能到。我走到这儿之后，应该往右手侧走才能到啊，我要往那个方向走才能到。好吧，我走错方向了。这边快到海边了吧？感觉上，出了海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先睡一觉，然后准备出海。来睡觉。好，起床，先给它弄掉，我得来点吃的。哦，小狼，耶，我要驯服小狼了，太好了，我早就想驯服小狼了。有了小狼我们就可以有保镖了。我跳下去，嗨，你好小狼，来来，嗨，驯服，有没有驯服啊？嗨，好像还没有。好，嗨，哦，冒了红星就是驯服了是吧？走，跟我走了吗？跟我走了吗？啊，并没有啊。哦，不对不对，想起来，用骨头驯服，用这个肉是喂它啊。对对对对，让我想起来了。好，用骨头驯服啊，就你了。嗨，失败，成功，耶！好，一只就行，一只就行，一只就行了。来吃点吧。嗨，走。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们解锁了成就永恒的伙伴啊。小伙伴是你妈，是他的，他有一个项圈，这个项圈的颜色好像是可以改的，我看看啊。哎，你别跑，你别跑。好，坐下，然后怎么改项圈呢？哦，好像要染色才行是吧？暂时改不了，走吧。那我要做点吃的，放下我的熔炉，我们来做点吃的。小狼有吃的了，我们也得来点吃的。好，那我再去驯服个狼吧，我来两只，两只狼，但是我只有一个骨头了啊，失败。
好吧，失败了就没办法了，我没有骨头了。等我这烤好了，我们就走啊。我再做个小船，嗯，我得准备出海，所以我得有个小船。来一个小船，好。然后这个狼能不能到船上来着？我得给它推上去，好像。嗯，我来试试啊。船放在这儿，这儿。哦，可以的，它直接就上去了。好，那你先在那待着，我这个拿了东西我就走。等这烤完了我们就走啊。好，走了，我们出发了。好，可以，应该是两个人可以在一个船上。我看看啊。哎，果然我在前面，他在后面。哦哦，不错，走了，我们出发。哎呦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哇，感觉能撞的样子。那边我判断应该是出海口，不知道有没有判断错呀、啊？我们去看看啊。哎，看一下我的视角，耶，不错，我有搭档了。泰迪不在的情况下，我终于有一个新的搭档了。哇，这越来越窄了，能不能出海啊？到底啊？哈，越来越窄了。哦，这块不错，能出海吗？请带我出海吧。这哪？这什么情况？哦，没刷出来啊，到头了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这不行，我走错路了，我要走这边。啊，这边也过不去。啊，真的太讨厌了，就差这一点点。下来吧，小狼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他怎么下来啊？还下来？No， 下来。我只能挖掉让他下来是吧？我只能挖掉让他下来，不要砍死他。哦，可以，走。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儿啊？我似乎是迷路了，站起来吧。哦，我来到了一片鲜花谷啊。哇哦，跳到水里去，走耶。我的狼怎么办？会不会摔死啊？哦，瞬移下来了，很安全。这儿呢又是一个大裂谷，好多的大裂谷啊。哇，我这一趟又发现了好多新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坐标也记一下吧。109565-120， 好，记住了。往这个方向去会发现一个村庄吗？我感觉这片平原有可能会有村庄啊。吃一口。哇，差点掉下去。好深啊，这的裂谷也太多了。好吧，又快到晚上了，我看来是真的迷路了。我还得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，嗯，争取找到一个 TP 点。我得先 TP 到那附近去才行，光这样在地上跑的话，我觉得我找不到那个地方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原版生存系列的话，一定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